Thank you.
欢迎大家收看。昨天奶奶让我早点起来啊，到她家里去吃早饭，我现在过去一下啊。衣服扛过来有了。嗯，我盖起了你。你叫我来。十三块。你叫我来。暖风。在哪里？暖风，我你求都求不下去。两多啊？啊，啥啥啥？求两个。我来了。我真有点养不大好嘛。你用东西厉害。那。那你回家吧。对。我准备两个，我弄那个。要把这个。这个地方啊，满意吗？怎么做的你啊多去了啊，没不懂哎，还甜没到家了，我妈的家还吃了还可以安卓的，我中也大中国我就我不了没啊，我没有没了，快弄快的我抓住吧，他住吧，我的什么没不懂咱们会这